下课回家要工作，孩子童年快乐吗？我们家是卖就是季节性的水果，然后比较属于高单价位。店面卖还是怎么样卖？路边摊，从早上6、7点真的就要起床帮忙，3点过后才开始收摊，所以就没有时间念书啊，然后功课就会比较差。到了国三，哎，老师打电话来了，你可不可以让博凯专心读书？嗯哼，不要去帮忙了。今天晚上9点，爸妈熊很大。